爱是说愿做吉祥爹吉祥昨夜流逝很吉祥一切事中吉祥者愿祝福发常永固是生的一方明三有恩论百行万转无虚的命三摩Thank you.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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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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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摩莲智慧菩萨摩诃萨。大菩提心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止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执故之雷霆，除迷妄忧戚之日夜。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云，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盈归孰未归，花外玉姬啼晓日，眼迎新佛奉慈威。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众请起，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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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金光照我，时时摄我，我今存念，成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发起本誓，若有众生一生我国痴心信仰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去正觉，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那时海中成佛此地，风吹消灭三根尘障，若临命中知此事，此身无病苦，心不贪恋，以古颠倒，如入禅定，佛起身从手持金牌，来迎接我于一年轻，升起乐果，花开见佛，即闻佛声，顿开火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念佛临终前宝台，宝幻宝盖满空派，弥陀四次观音等，各转相随归去。Oh,
念佛既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十系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结成净土。至今借香护意，会聚营幌，迷云开而性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入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青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乱，得佛受用，策法眼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功德主请起。往昔所造作起。
主心光门是上来三十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就地拜。
吉喜切心包太虚两座其今昔在朝前道场所有损对佛功德那愿经中不摧南山不作中华民国台湾省新北市双溪区外干地十二林大悲一至一号台北灵验三十四中弟子临时加入来一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近期台北灵验三次即世界各地经中师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无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台湾经海域诸神及学诸神中台湾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台湾经和这经神学诸神中台湾经所有妙义立身尊身四海龙王从尊协助神中十方化界因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者都为成化界一切众生期间三十七年佛时清堂养上功德主台别灵验三十七世界各地经中协会十中弟子其令三千人等十二摩挲混香至心归调一世界文佛希望皆因弥陀如来观音是自地藏菩萨和八极请护卫往生唐僧众生亡灵去年七十以来圣光未普开前路是茫茫为宝华先登彼岸坦也太迟默默
朝见功德几度之恨，直接护国惜灾，百气洗念化灰之气，眼睛常住化师所谓，几见惜灾朝见道场七百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神咒弥陀圣号，黄修清净像在禅业树托，上供十方三宝，彩海龙天福江华严慈悲转归回向，中华民族万幸显著，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心，往生堂上众灯无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农皇帝要顺下上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真理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中亡灵，台湾经怀疑诸神七学神中，台湾经三神土地神诸后神，台湾经各自降神学诸神中，台湾经所有妙义立身尊身四海龙王重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烟灰轮动行为众生，十方茶都为成化界一切众生，心背四双细七三叉根大悲小端二十六七一次二百地号，知土地生三生属生水生烟灰轮动一切众生，历念千秋堕胎之中应灵，历念千秋被屠杀牛猪羊狗及家亲，死鬼及水族类一切众生，即心亡灵死护丁死定烟死正温死化心死见恨死长命死壮义李青龙李彦斌李心花虎中相要昆山刘师兄也唱作一次见王成川后继东李素烟丁中成李国英富士破壮千年龙中李继龙蔡经威有黄贵黄树李也长出黄氏赵芬三浦金之杨无名之陈真学儿李徐爱美庄陈一峰黄林面陈素英王贵之宋淑芳也宝美吉阳山功德出世庄人士庄良士尽官张义华吴金和有名大若敬烟杜威李贵厅徐燕金徐伟汉刘忠兴谢林安陈庆龙简其生张永业张修来吉祥陈建兵徐斌瑞张庆木潘东升潘亚琛翁金杰黄秋英刘英梅黄千花曲红痴陈真谢李丹青宋义燕陈丽华李芳丹吴万一姚秋之黄美心林立一下林晨一峰罗陈淑珍林黄宝钗张红春一吴高王师李英慈小佩清梁推严立清林义珍林慧玲谢瑞珠翁雪清许瑞珠张秀奎蔡恩琪陈月娥陈楼吴月娟叶美冠真
祝贺之类皆缘亲财主长是良因早生净土护因缘亲中亲心共度少母慈妻情同尊恭喜三宝真名朝经文书此为公元2017年1月31日岁至丁酉年正月初四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台北灵岩37世界各地净宗协会始终弟子拜拜拜
大众礼谢主法和尚及维罗越众法师顶礼三拜。阿弥陀佛。恭请主法和尚慈悲开示。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今天丁酉年正月初四护国习斋系列法会到此圆满，那明天呢，悟道还是再跟大家共修一天，那明天看天气会不会好一点啊？做了两天了，下雨。那么也感恩阿桃会长来每一年都来厨房煮饭，我们吃得很丰盛非常感恩以及诸位义工菩萨大家发心来帮忙，还有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同修，大家来庄严道场，包括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功德无量。那么我们这个护国习斋人人有责大家都要发心来消灾。这个因缘也是09年就是民国98年这个我们老上好像那一年回到高雄治牙齿
那年刚好是八八水灾是吧？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八七水灾啊，那一次好像是八八水灾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在大陆啊做百七啊，在山东做百七，在护国旗在百七系列还没有圆满。那么岛上看到哎，台湾灾难也是很多啊，所以就。这个指示啊，我们双溪啊也要做百七啊。我记得还在山东还没有圆满啊，是2010年1月，好像是1月31号，好像是今天。我记得好像是今天，1月31号开始百七第一天啊。那现在呢，已经做了。今年是第七年了，今年是17年，所以第四个百七了。那么啊，为什么一个百七700天做完又继续做啊？因为这个灾难啊还是不断啊。那虽然呢、啊、有一些人在修，做好事啊，但是呢还是啊还有很多人啊造恶业的啊，所以灾难啊还是。要消的啊，所以是这个护国旗灾啊，我们岛上讲做七个百七啊，这个做完还有三个啊，真的是来日方长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大家不去想这个时间啊，好像过得也蛮快的啊。这个刚刚说百七才要开始，现在已经第四个百七了啊，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那么护国旗灾啊，这个是真正啊爱台湾啊，所以说爱台湾啊，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骂，在那边骂哦，不是爱台湾，在害台湾啊。为什么呢？那造口业，那造恶业啊，就有恶报啊，就有灾难啊。那怎么是爱台湾呢？啊，是想要爱台湾，但是做的啊，都是在害台湾嘛。啊，所以你在要在那边骂那个时间呢、啊，就来双溪念佛嘛，啊，来参加这个诵阿弥陀经、念往生咒、念阿弥陀，大家那些人通通不要吵，灾难就没有了。这是真正爱台湾呐、啊，而且刚到都在修炼啊，讲的都是恶口啊，造口业啊，两舌恶口其语啊，妄语。那些名嘴不都是讲的都是四种口业吗？那怎么会好呢？啊，所以啊，真正爱台湾啊，就是要来护持这个百七护国旗灾系列法会嘛，消灾嘛，求佛力加持，祖宗庇佑，让我们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嘛，这个才是爱台湾嘛。啊，所以大家呢来这里参加法会，来做义工，来厨房煮饭，就是具体的爱台湾嘛，消灾嘛，为台湾消灾啊，那不是爱台湾吗？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是真的爱台湾。那外面在讲他爱台湾哦，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爱的，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根据我知道啊，一直骂来骂去的，那肯定对台湾没有好处啊，肯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只有啊，大家放下万年啊，放下心里的成见，来这里念佛，接受佛祖的洗脑啊。现在人哦、啊、说，哎呀，你用洗脑啦，你中毒啊啦啊，我说俺不像中毒，我唔知哦，唔知你中毒较深啊，我较深嘛。那什么叫中毒？他都没搞清楚啊！啊，所以那个林良港他那个子女啊，说我中毒了啊。我说中什么毒啊？啊，其实啊，中什么毒他都没搞清楚，什么叫毒他都不知道。啊，一直说我中毒啊，他好像都没中毒。什么是毒？大家知道吗？什么是毒啊？
对了，三毒烦恼嘛，贪嗔痴嘛，我们念忏悔记不都在忏这个吗？那皆由无始贪嗔痴，那贪叫做三毒烦恼，那个就是毒啦。那、啊、你心里还有没有贪嗔痴？如果有啊，那大家都中毒了，只是毒啊，有的比较深，有的比较浅一点，啊，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比较不严重，是不是啊？都有毒啊，啊，因为有毒才要洗脑嘛，啊，所以现在人很多说被洗脑，我说你用什么水去洗啊？你去拿那个地沟油来洗，那不是越洗越脏吗？洗脑是要把它脏的洗干净的叫洗脑嘛？现在连那个洗脑，他是达到什么目的，他都没搞清楚啊！就人家讲说洗脑，他就跟人家那些洗脑了啊！啊，其实啊，现在的人啊，不是这被这种脏水洗，就被是那种脏水洗啊，邪知邪见一大堆啊，不同的脏水在洗，越洗就越脏。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水来洗呢？啊，用《佛说阿弥陀经》《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哦，洗濯过污，显明清白。那个洗了，心才会清净嘛。要用这本经来洗啊！你去听那个第四台那个名嘴啊，你越洗，你的头脑越脏。这我没有骗你啊！佛讲的话不听啊，听那些人乱讲。中毒是真的啦，啊，林秋慧讲的中毒也没错，所以很多人他中毒了他不知道，啊，自己中了什么毒他都不知道，啊，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啊，果报现前的也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中毒啊，啊，所以中毒要来参加法会啊，要参加一个700天还不够，可能要两三个700天呐，啊，看这个毒会不会消除掉。所以我们这个百七七念呢、啊，就是消毒的，啊，解毒的，啊，把这个贪嗔痴啊化解掉，啊，这样啊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啊、大家来这里是爱台湾，我们就是在护国息灾啊，啊，但是现在我们在真正做爱台湾的事情啊，那都是常常被障碍，啊，政府也不会重视，啊，政府啊没有给你障碍就不错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中巴呢，他那边规定啊，插一个牌子哦，这个大什么大车中巴不可以上来，啊，政府那个可以了，他那一部可以啊，我们这个不可以，所以现在呢要给他申请啊，所以要派12个单位来看，我们给他申请啊，早上这个8点到10点，啊，晚上7点到9点，那么如果政府是爱台湾。他一定让我们中巴上来，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是在做护国息灾啊，啊，他那个车不让我们上来，你说他爱台湾还是不爱台湾啊？他爱不爱啊？不爱嘛，啊，所以，哦，他如果不批呀，大家要联署啊，我带头，你们不爱台湾。好不好啊？那我们在这边做的要命，这天气这么冷啊，这边呢冷飕飕的，在为台湾护国息灾，你还不批啊？那么我们申请也不过分嘛，不说24小时，就那个两个时段嘛，哈、啊。那我们也是做法会，我上来才有嘛，平常也没那么多啊。如果他再不批呀、啊，我们应该要去让政府了解一下啊，我们在做什么嘛？我们在爱台湾啊，那、啊、你再来障碍台湾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哦，这选举拢在讲。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啊，争取的啊，正当的我们要争取啊。我们做的这么多年，大家都有在看嘛。啊，又不是做坏事啊，所以我到大陆做法会，我说我又不是做坏事啊，我是来给大家消灾的啊。啊，还要给我障碍，那不是障碍我啊，是障碍你自己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懂得修福的人啊，做官的人啊，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人啊，他要积功累德很快啊，他认识啊什么是好事，什么是不好事，他
他要积功德就很快，他一个政策就，哇，你看了凡啊，做县长啊，啊，减粮一个政策，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那以前啊，还没有做官啊，第一次许愿做三千件善事啊，做了十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三年，啊，第三次啊，就一个政策下去，一万件就圆满了。所以当官的人啊，我们是提供给他修福的机会。如果他不认识啊，那他真的是没福报啊！不要怪别人啊，也不要怪佛祖，他自己不认识，没有智慧啊，不认识这个福田啊，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啦，看看政府啊，他是什么态度啊？啊，他爱不爱台湾呢？啊，庄行师呢？啊，他说有十二个单位要来啊，他们来啊啊，我们就先问他呢，爱不爱台湾呢？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到此圆满啊。这几天呢、啊，我都发牢骚啊，因为我们做的这么辛苦啊啊，大家也得不到扶持啊，做个叫我们无人啊。这个快撑不下去了啊！那我们自己也要坚持了啊！这个厨房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出家众啊，如果不帮忙煮饭啊，那没得吃啊。那也有一个办法，我说啊，因为我们出家人都受戒有一个钵嘛，那没有人煮，我们就走路到双溪街上去拖钵，连字通通不要煮，但是走了两趟回来也蛮辛苦的。你跟佛陀拖钵，他从这个王奇都杰山中啊，走路走到王舍城去拖钵，行路我腾恰卡哦，无鞋当穿哦，那也不是很辛苦啊，比是在家里煮还要辛苦哦，啊，拖钵啊，这个也很好啊。所以出家人啊，懒得煮饭啊，我建议啊，托钵啊，黑龙边吃啊，让吃扁扁啊。但是呢，佛陀规定啊，托七家，如果托不到啊，你今天就不能再托了，你今天就要饿一天了啊，念佛求往生了 啊，这个也很好。过去老和尚啊，一直说如果有人要去托钵啊，这个就很好啊。那我们一个庄严师啊，他真的就托钵，我说你怎么托的？他都专门跑去一家素菜餐厅托了，我说那个不如法啊，托钵要平等啊，你要每一家去托啊，人家给肉吃肉，给鱼吃鱼啊，但是不杀生啊，吃三斤肉啊，人家给什么你吃什么啊。那他就专门朝那个素菜餐厅啊去托一家，那个不对，是挨家挨户啊，有的要给，有的不给啊啊，如果你连续啊这个七家都不给，你今天就不能吃了呢。哎，托钵也可以考虑的啊，所以大家懒得煮饭啊，就托钵嘛。啊，这个钵啊，去买一个啊。现在有看定力那个净力那个什么圆通寺啊。我那一天在云南啊，定公法师他妈妈往生，刚好我到云南去啊，去给他做一场法会啊，在向小丽那个。大事的跟他做啊，在佛塔寺吃饭啊，我看他一个钵好漂亮，嚯、哦，这条米啊金闪闪啊呢，金光闪闪，很漂亮哦。那个钵很大啊，那个拖一钵都可以吃三餐呐、啊，所以也不错啊。我觉得啊，大家去弄一个钵啊，预防啊厨房没人煮饭啊自己又懒得煮。那就去托钵啊。好，那这个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啊，大家早点休息啊，养足精神啊，明天再来共修。不是只有一天的、啊，明天是我还在这里跟大家共修一天呐、啊，因为后面呢、啊、还有三个多的百期啦，还有2000多天啦、啊，不是只有一天。还有2000多天，那请大家多发心啊，来庄严道场啊，来护持护国习斋系念法会。
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感恩主瓦和尚慈悲开示，至诚顶礼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恭送主瓦和尚。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德，阿弥陀佛。